啊。生在这个地方已经七十七，我跟老人家一起生，还没有生活改进的时候，已经跟老人家一起，所以我这个地方是相当于认同的面积上的山。那今天是我有好运呐，跟你们在一起生活，要跟你们做这个。要那个做这个一根，在倒的时候是一边唱歌，大家应该都一样嘛。过去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边唱歌，可以唱你们的，可以唱你们的歌啊。对，那我们一首歌呀。很容易就断，所以只要风灾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这个部落至少蛋白质没有问题，因为小米已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谷类没问题啊，我们需要蛋白质来源，所以一开始养鸡是给个人家去养的，然后只要贡献出一只啊，十只贡献一只给部落去公共使用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只是因为养得很好，而且很有趣，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错，所以我们才盖公共鸡场。那个公共鸡场的目的就是稳定什么鸡的品质跟产量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摸索到现在三年了，你看有没有很慢，有够慢。然后接下来那个鸡怎么防疫跟饲养管理，再到屠宰场分切、冷冻、宅配，然后客户的一个这个联系等等，全部整套到今年应该都可以完全交给部落了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我们想要做的是这种事，所以非常非常慢。但是部落可以拥有什么主控权？这个事情就是部落可以有主控权。所以你们在大武看到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原来我们训练的那一群解说员，就是你们昨天看到彭前村长他们几位都算有训练过。可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只是这几个人还是不够，所以今年开始哈，就希望部落其他人可以一起来训练。所以你们昨天去走部落巡礼，我相信应该是新的解说员在带吧？刚开始的新的解说员是吗？哈，都才刚开始。